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演大设计》。46亿年前，地球诞生了。此后，经过漫长的发展，地球系统由简单到复杂。如今，地球上生物多种多样，人类终于从万兽横行的大陆上站到了食物链顶端。那么，一开始的地球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我们人类回到45亿年前，会经历什么？46亿年前诞生时候的地球与21世纪的大不相同。根据科学家判断，早期地球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，是一个由炙热液体物质，主要为岩浆组成的炙热的球。地球经过1至2000万年的时间，地表的温度不断下降，固态的地核逐渐形成，密度大的物质向地心移动，密度小的物质、岩石等浮在地球表面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表面主要由液石组成的地球。然而，地球此时遭受着来自太阳系内的各种小型天体的持续撞击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地球遭到一颗火星大小体积的撞击。地球表面的所有物体都因为这次撞击变得面目全非，地球也活生生被撞出去一块肉，那就是月球。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那个时期的地球存在某种生命，那也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撞击之后，经过了1.5亿年的时间，地球的形态才逐渐地稳定下来。而月球的出现造成了地球上的潮汐现象，稳定了地轴的倾角，并且减慢了地球的自转，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热量，使内部结晶水气化。后来随着地表温度的逐渐下降，气态水经过凝结积聚到一定程度后，又通过降雨重新回到地面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于是在地面上形成水圈，地球表面变成了几千英里深的岩浆海洋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演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演大设计。